小姐，我们下个月十号结婚，你可一定要来参加哦。苏小姐，我是婚纱设计师秦洛。这个男人好帅呀，这是顾氏集团的顾总吧？你怎么来啦？过来看看。思君，你们认识？朋友家的小孩。我还要忙，就不打扰小叔和苏小姐了。小叔，这小孩看你的眼神有点不对啊。好好拍照，别刁难他。今天苏小姐心情很好啊，竟然没有挑三拣四。是啊，这是有史以来头一回吧。她真的好漂亮啊，车上的戒指就是给她的吧？他们会结婚吗？明明这些都是他们的感情回忆，可现实中的他和顾思君却离得那么远，远到他把一颗真心放在他的面前他都看不见。分别四年1460天，重见你的第一面，我没告诉你的是，其实我很想你。现在我无论说什么你都看不见了。你把我删了？苏檀就是你想娶的人对吧？秦小姐是在说我吗？啊，忘了介绍，我是思君的女朋友，你叫她小叔，说不准以后还喊我一声婶婶。是吗？那就祝你们幸福。为什么这么做？我只是看不惯某人明明栽了还不承认，所以想看看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咯。我的事情不用你操心。考试都不带笔，真马虎。谢谢小叔，我先进去了。又得奖了，小叔，这个可以送给我吗？可以啊。小叔，我希望一辈子你都对我这么好。你为什么骗我？你明明有喜欢的人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又在发什么脾气？是我发脾气吗？明明是你在吊着我。秦洛，你是不是又喝酒了？还说我发脾气？顾思君，你是不是真的以为我说我喜欢你就一定会喜欢你一辈子啊？我没有让你喜欢我。一辈子那么长，我不可能只喜欢你一个人。那就不要喜欢他。你们结婚了？秦小姐，我们下个月十号结婚，你可一定要来参加哦。原来是梦，可能这段感情早就该结束。是伦敦圣马丁学院的 offer， 我的设计稿通过了。看来连天意都想让我离开。钥匙上的娃娃挂件怎么不见了？
会丢在哪里呢？难道是……洛洛啊，这么着急喊我过来怎么了？顾思君送我的玩偶挂件不见了，我想可能是掉在这了。那挂件可是贴身戴了整整4年，怎么会掉？我……哎呀，再说了，要是真掉在这里，让他带给你多好，还能见面。淼淼，我决定放弃了。这么多年了，真的要放弃吗？嗯，我找不到坚持下去的理由了。还有，我收到了国外学院的 offer， 月底就走。这么快？你真想好了？那我们去取东西吧。你说小叔多有意思啊，大门的密码竟然和他那辆宝贝车的车牌号一样，都是0814，也不知道有什么含义。那是我的农历生日，不过可能是巧合吧。这本是我小叔最宝贝，经常拿着看，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当初写的情书，他不是说扔了吗？为什么？难道……天哪！洛洛，这……淼淼，这件事我想自己处理。你先回去吧。好。难道真的和妈妈说的那样，从我开始叫顾思君小叔那一刻，就注定了我们之间没有在一起的可能吗？顾思君，明明我们彼此喜欢。不开心。玩暂时一次，就这一次。你怎么在这儿？What happens next? Download Real Short.